有人做运动为了烧脂，有人就想练一身肌肉。有本地公司就成功研发好小的感应器，可以提供做运动时的身体资讯，使用者可以很轻松地检视心跳率等信息，从而调节运动量，达至最理想的健身效果。我们公司和宝数码研发了利用光学技术，在实时和动态的情况下，准确地去量度到一个人运动时候的心跳率。我们的算法还可以计算不同类型的运动频率以及能量消耗，大大提高运动的效率。这个精确的专利技术还帮我们赢了2016年世界流动通讯大会的最佳穿戴式流动技术大奖。我们找了知识产权代理帮手，配合市场的发展去不同地方注册专利，并参与贸发局本地和海外的展览，透过专利授权的方式，将技术应用在欧美的音响和运动产品上，推动产品的多元发展。专利可以将你的发明转化为资产，有效地运用知识产权贸易，开拓商机之余，还可以促进科技发展，提升生活质素。